当女生宿舍军训。大一没训就没训吧，为什么非得拉我们来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补训啊？就是要做好我们的体质，磨练我们的心智啊。顽强。你是腿断了吗？磨磨蹭蹭干嘛呢？哎，别惹事，你听话点。站，没个站呀，报数。一、二、三。没吃饭呀？大点声。本来就没吃饭。一百三，出列。你这是在挑衅我吗？出列。我没有啊，我是真的没吃饭。散漫，没规矩，顶嘴，看看你们有没有大学生样子。学校让你们来不是来享福的，一个个给我皮绷紧点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如例，十分钟收拾好宿舍，换好军训服，操场集合，开始。教官拿你杀鸡儆猴呢，你老实点吧。对呀，轩轩，你快不要化妆了，快换衣服吧。那。补妆很快的，那么多小学弟呢。在特别严肃的地方，你脑子里却只有小情小爱。你什么意思呀？又是你，一圈下来就你们宿舍没换好。我不是还没到十分钟吗？行，还有五分钟，你换。你在这儿我怎么换呀？那我刚刚不在的时候你在做什么？十分钟之内没换好，挖掉五十个。干嘛？集合呀，教官，我都已经整理好了。十分钟之内没集合，整个宿舍挖掉五十个。不是凭什么呀？我跟他吵就行了。小童不要，你当我跟你讨价还价呢？一百个，哎，可是两百个，你别说话了，你还有一分钟的机会，记住，别再顶嘴了。向右转，一二，向右转，一二，轩轩，你别闹啦，向后转，一二，这下没错了吧？爱笑是吧？来来来，笑半个小时，哦，出列，不动是吧？一人犯错，集体惩罚，操场往三圈。凭什么他犯错我们要罚？让他跑呗。别顶嘴。以后再做事儿，先掂量掂量自己，能不能承担后果。分钟后检查内务，计时开始。哎呀，叠什么东西？快，这怎么叠呀？快点吧，不然一会儿又要被罚了。谁让你们拆被子的呀？真笨。不就有点小聪明吗？检查内务。教官好，你在干嘛？啊，我好不容易叠的，特地报给教官检查一下。轩轩，你拿的是我的被子。哎，你可别乱说，这被子可是在我床上呢。真的？你不信问他们，拿的真的是我的被子，我中午盖的是毯子呀。你们他们就欺负我。行了，三件事检讨，把人交给辅导员。啊，那别人做错事就要写检讨，我做错事就要体罚，就针对我。魔兽，军训搞什么小动作？轩轩，你给我等着！啊，我不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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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大家休息会儿吧。教练，别光休息呀、啊，还是表演节目啊！那大家过来可以上首歌。这么多小学弟呢，不想表现一下？哎呀，算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五音不全。教官，学生说他想唱歌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唱歌了？我可听说你唱歌特别好听，不会你不愿意给大家唱，让大家放松吧。哎，你阳光总在风雨后，相信明天会有彩虹。我的手不唱了、啊，教官，我也可以唱首歌。海风中唱戏，我追向你，要给我等着。哎，松松松，你让我插个队吧，我们连放太晚了，这队得排到啥时候去了？我进来啊。大家都想洗澡，都在排队，你怎么能插队呢？哎，就是啊，凭什么？插什么队啊？我不插总行了吧？那跟看男的一样，好害怕呀。就是啊，谁知道他什么样的人啊？宿舍都不敢开门，谁知道他什么人啊？还要一起洗澡，想想就好害怕。就是啊，他长那个样子，还怕别人说吗？你闭嘴吧你！你怎么这样？啊、你干什么？别打人！别打人！别打人！干什么？快说！你要罚就罚吧，我没错，谁让他骂张晶的？喜欢打架是吧？不想休息是吧？在站着，人错不许走。报告教官，我没参与打架。你是不是被打了？你还叹气？去站着。